每个父母的陪伴与守护不是说说而已，是不知疲倦的陪伴，无条件的支持他的热爱，在他想要放弃的时候牵着他的手一起走出阴霾，然后看见阳光。对于网球这项竞技类运动，专业的教练不仅仅是网球技术和体能训练，更会培养孩子拥有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。教练看出他是个缺乏自信和没有安全感的孩子，教练会用夸张的笑声去鼓励他，会热情地抱抱他，对他说，在这里就放松打球，休息就好好吃，上场就认真练。他每次失误的时候总会看向教练和爸爸，教练蹲下来对他说，当你打得好球的时候，教练都知道，你失误的时候是不用看着教练的，每个人都会失误，教练也会啊。之后这个小姑娘每天都想来，她会早早地把作业写完，就算没有睡午觉，饿着肚子再也不找借口和理由说今天不想打球了。兴趣是热爱的起点，在坚持的过程中会看不清前方，容易放弃。当你遇到了一群和你一样幸运拥有自己热爱的人们，你们在一起像是一道彩虹。